冲二，一，二，没有行动。你买那么久，你跟我讲没行动。二三四，四块钱。嚣张没有落过奖。四块钱。哦，所以这个可以涨钱，然后一块钱也变两块。对，对。四块钱拿行动。非常的聪明。下一位。可惜有人不知道。二四五十或十块，可以买三次。十块钱可以买三次。十块钱啊，分数压压惊啊！不要买，你们还没开始买啊？嗯，先买就先领先。你傻，这个游戏不是这样玩，这游戏你能买就很强了。先买就十二张，限量十二张。对，可是我庆典比较多啊，我不要买的会很快、啊。哦，随便啊，你买钱啊，去买钱啊，买去买钱啊。好，那我就买两张。好，买钱、啊，你要这样玩，跟拿一张，加两块，所以我总共八块钱。看一下，八块钱，我把钱。三块钱吗？可是我先，哦，太没玩了，还没结束啊，哦，还没结束，你还没结束啊？还没，哦，好，那现在穿装 combo 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哦，那就 combo， 我没有试过，我就只有买钱的事了。对，这个很无脑，又强，支付很稳，钱都超强。我们我不见得每回合都有八块，刚好有那张牌吧？你一直买钱，你每回合都有七八块奖，你信不信？我们后来买很多书，你做完了没？不看了，他已经做完了。我刚刚买了。嗯，哇塞，先抽一张，再打一张。只要平均每盒八块就可以一直买。再打一张，再抽两张。可是我没有抽牌，所以我现在买分数太早。我要买先换牌。我不管了，我没再打，我打，再打个 remodel， 这个两块钱丢掉，换一个四块，四块换一个 remodel。七排区，没有没有七排区，我总共几块钱？二四六八，没事干，买个六份压压惊，结束这回合。抽一，村庄，庆典护城河，抽二，庆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九块钱，哦。二五六七八，买一张，买一张，好，我没事干，打一张抽牌，好弱，再抽两张牌，再打一张抽一，再打一个抽两张牌，哎，什么事？我还可以再打一张，想看，但没错，我的康婆还可以再打一张，那个这是你的弃牌区吗？是 remodel。把两分移掉，换一张 Rima 走下来，然后总共几块钱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块钱，五块钱，五块钱，什么都没说，跟你讲 Rima 走，哎，好聪明，你是重建流，哎，发现，哦，现在有一个叫重建流，现在就开始吧。村庄抽一，现在就要重建，庆典多两个行动，我打地窖，弃掉两张增速，弃两张抽二。一二三四五，只剩五块钱。反正你们没有攻击宝可以先洗。五块钱，五块钱，跟风啊！不是说在跟。中间是什么？移除一张，所以他可以移除一张牌。他移除一张牌，然后再加两块钱，再买一张新的牌，新七百。加蛮厉害的，也不错。试试看。好了，二三四五，我买一张这个，跟一张时间。好厉害，我没试看。先打两张牌，抽两张，哎，对对对，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没事干，再打一张，抽两张，哎，抽一张，啊，没梗 ，remodel， 好弱，三块拿五块，五块钱买没张，七一个，抽护城河，进七块钱，这十块钱，四块钱能干嘛？四块钱再买个 remodel， 结束这回合。村庄抽一，就一直看我这样做。村庄抽一。庆典，护城河抽二，好厉害，输了。所以庆典两次，二四不会点五六七八九十，行神三六九十，不买到行神，护城河，换你，没事，要不冲一样，然后要换还是冲，换还是冲，换 ，key 两个，那 remodel 进去。
然后四块钱。所以 remodel 本身可以换绿，换 remodel 可以换换更高分，看你换什么的话，看你气什么。那没那么快，对，那没那么快。抽一存中，没那么快结束。抽一再存中，没有，我有时候是 remodel 有强 ，remodel 可以再把金币丢掉，再换成新手回来，懂吗？那强是强，强不是八分。六加二，马上金币，这样做一个买可以动作的感觉。啊、用行动来变成买、嗯。对，有时候可以一次换两张，因为变一张再打一张。抽二，金钱流有时候可以这样买，可是前提是你的钱币要够多。像这样子要打鲁妈走，大概六个钱币是最稳，六个以上，因为你要变一张美。嗯，下一个，我自己个人想的。二四七八九九，行，看输了不会赢。抽一张，打一张，抽一张压压惊，抽一张压压惊，啊，没事干的，打打，打打 ，remodel，remodel， 气 remodel， 可以不要买分数，买两个够买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买钱对不对？可以买，可以拆大量的钱买两个小钱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不要买这个的话，我可以买这两道，你愿意的话，愿意的话 ，OK 啊，我们没差多少啊。反正我就四块 Remodel， 我把 Remodel 打掉，换一个六块。然后没四块钱要干嘛？买光它，也是这个。场上几个没买光？三个就没了。游戏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干掉！干游戏结束哦。对啊。我要输看，我要不行，那就不能换三块。那 Remodel 换个三分，干嘛？游戏结束，好的，买掉。拖越久越不会输。拖越久越不会赢，拖越久三吨就好了。对，他是三吨吗？拖越久越不会赢，我是说真的，我看我这金钱流有点厉害、啊。看，有没有很无脑啊？看九分，你看你赢了，好、啊，好简单，因为我把它 poke， 因为我没有很多哎、欸，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，对啊，没有很多，这样就赢了，因为我们看我还没出。没有，我跟他差一样的啊，好啊，一分丢掉了，那我们一分没有丢掉，那我们平手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因为我跟着他买。所以就是说你先买，其实你会有优势、哦，因为你就先手买六分很强。没有，我应该多买一张，不应该只跟你一样多张。哦，因为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刚刚不知道他会扣，我刚刚你没有问，我不知道他要扣 gain 的。我只是觉得好，对，所以我如果不、欸、没有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，然后再扣 gain， 三吨扣，三吨扣 gain 分的 ，OK OK， 对啊，所以我跟你同分啊。好险！对啊，没有让你知道刚刚那个是你知道的吧？哦，好、啊，谢谢。啊，那正常的算嘛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可以开始玩了吗？可以开始玩。哎，正式玩了吗？我懂，我终于可以开始正式玩了。在练习金钱流，啊，让观众知道金钱流这样子赢，其实这样子玩就可以。新手其实可以玩金钱流。对，新手就是你知道钱买钱，就是傻傻子都会玩金钱流，好不好？这金钱有什么难的？金钱很难吗？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玩金钱流，开玩笑。哦、真的、哦，你确定要这样做？那应该先手赢啊！哎，可能先手，你傻啦？这个叫做没有，因为这次我会接受金钱流，是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有多次购买，因为他多一次购买这种牌有出现才有金钱流。没有，跟那个没关系，没有这些东西一样可以玩金钱流。我每盒八块钱一直买分，是很厉害。可是你没有，你三张牌八，我干嘛？我每一回都你买，轮到后面就买不到。像我刚刚问，买不到买钱，就那么简单。金钱流最简单，买不到买钱，买钱会点上去，钱会滚钱、哦，你管他那么多。我闭着眼睛都可以买，你只要买钱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管这个金钱流，就是无视这十吨，然后再玩这个游戏，这么简单。是，然后就是配合一下就对了。怎么配合一下？哦，这个就是农，就是农，就是农嘛，农钱嘛，农钱，然后配合一些技能，有的没有的技能，甚至技能都不用，你就买钱就有顺便的是这样，顺便，顺便，对啊，像我刚刚、就是，就是我钱不够，可能买。这边有一张比较强一点啊，跟风买买看，可能我买个抽两张牌，抽四张牌就超级强，抽四张每一个败。刚刚那个意识听就很强，抽四张多一个败，对，就很强。你这个你四张随便都可能都有八块，我觉得先买两次，五两块钱还是不错的，五两块钱就刚好差那个差距。所以这张卡很强，他不弱啊，他很强、啊，他是不弱的牌，对，因为他还有加行动，就是庆典一直打一直打。啊、你懂就好了。因为玩家是四张庆典流，这样四张好买，还有缺口流，其他行动都被抽。还有刚刚那个叫礼拜堂流，就是我气到只剩十块钱，我从头开始气，然后买两块，然后再把一块钱气掉，然后手上都有两块，然后再继续买。哦，小钱变赢。哎、欸，这个叫做 NPC 那个缺口流，我们有一个 NPC 就专门会玩这件事，就是我已经设定好了，我大概几回合之内我可以把牌踢掉，我从头到尾都做踢牌事情。我没有一块钱的，我就买一块钱，有没有简单？
绝对不会明白的。谢谢小练大，